朋友，咱健康教会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有这机会来到咱健康教会做三代敬拜上帝。我伫漳州已经17年久了吼，大家拢认为讲我是平常教会牧师。但是就无请讲我是中山教会吼。伫11月30日，我伫就任中山教会的第二任的教育牧师。所以我即马是伫中山教会，中山教会即马有现有3位牧师吼，主任牧师是陈庆良牧师，传道牧师是吴淑贞牧师，我是教育牧师。真欢喜伫即个退休传教士主任的中间受教会所交派。当我刚来到咱天父教会，做三界敬拜上帝。在请咱先按照三界安心来祈祷。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你，把阮这个福分，搁一摆来到主的殿堂，三界敬拜上帝。愿主的神同在，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开启阮个人的心门，为你了吼，主你所要教示阮的话。阮逐人会当吸掉在心，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来勇敢见证主的性命。下面的时间仰望高度，安尼恳求感谢主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伫遮要甲咱正兄弟互相分享面的题目是五顶冠冕，五顶冠冕。冠冕第二字是翻译做冕旒。冠冕是头壳顶的一种用贵重金属所做的一个物件，亲像古早国王头壳顶所戴的物件，或者是全世界选美女得到冠军的人用头壳顶所戴的冕旒，或者是讲伫社会上宗教上有地位的人所在戴。有是私人伫某一个重要的场合甲环境的下面，比如讲伫结婚的时，也有人会戴冠冕。冠冕冕旒是上顶宗高的地位甲荣耀头壳顶的一个物件。伫古约中，捌提到3种冠冕，即个冠冕是代表有冠冕，或者是有至上的阶级。以及代表神圣尊严的积分，甚至代表战争胜利凯旋者戴这种的冠冕。照古约所讲的有3种，头种大祭司甲提比来君王所戴的迄个圣冠甲冠冕，在伊的头壳顶的目像金仔的牌啊，尤其是大祭司的圣冠。爱刻归腰花最圣的字样，这是出埃及2:16所讲。伊上顶大祭司分别最圣，伫上帝面前来做选民的代表。伊要来君王的冠冕会当递出去出征前3小节，在撒母耳下卷1:10。所以这种的冠冕一定是较轻便的。若是王所戴的冠冕，甲大祭司同款，上顶是代表上帝指派的一个职位，就是记载伫《王下传》1:12。古约中所讲第二种的冠冕的意思是，异国君王甲偶像所戴的金仔，甲刻满珠宝的金冠，《撒母耳下传》12:30。先帝撒加利亚把亲手来加冠伫大祭司约书亚的头壳顶的，就是一款的冠冕，伊上顶王权甲圣职的合一，记载伫撒加利亚书6:14。古约中第3种冠冕是伫宴会庆典上上顶喜庆吉祥的花箍头戴的这物件。比如讲婚姻，伫那个书上清彩彩的冠冕，或者是讲伫箴言
十章三十一节所讲到迄个长岁寿的观念，或者是箴言十七章第六节所讲到子孙是老人的观念。箴言十四章十八节讲到讲，通达的人会得知影财物做边流。以上是古德中所讲的三种的观念。归来讲起来，观念上顶意义就是指宽恕、安慰、尊贵、阶级、欢乐、荣誉、荣辱、尊卡，也通指责较负面的讲法，就是自高骄傲等。但是这个观念到了新约，新约所讲的观念，无阁是指迄种宝贵的尊卡所用的物件。冠冕免留大部分是指桂冠、桂冠，也就是用月桂枝的叶所编结的这个花啊花环啊头装下顶，伫隆隆重的庆典上，伫遮来表示欢喜庆祝，也就是用来互这个杰出的人物的一个真光荣的标志。因此，伫新约圣经所讲到这个冠冕，有代表着奖赏、奖赏的意义，奖赏的意义。一位胜利者代表至上的荣耀，伫伊的头壳顶来戴上这个冠冕，来表示至高的荣耀。今仔起，咱就要对这个新约中所讲到的五顶冠冕来勉励咱。咱可以将这个当作是咱信仰的目标，努力来追求。下面就分做这五点来讲。头一项，赐皮的冠冕。头拄只书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九节记载，讲用赐啊冠冕流滴伫伊的头壳，用罗勒下伫伊的正手，跪伫伊的面前，与人伊讲：犹太人的王平安。这则经文是记载耶稣伫比勒多的审判堂内，边顶用因的手用尺仔编一个真歹的冠冕来戴伫基督耶稣的头顶，用来讥笑伊自称是犹太人的王的一个代志。这种冕旒是用尺仔所编的一个徽冠，这边顶的用意除了苦毒逆派耶稣以外，同时也是在看轻犹太人。耶稣基督是万王的王，伊为着人类逃避这个耻辱的冕旒，虽然是王冠，但是背后伊所领受的是侮辱，是轻视。但是为着人类，耶稣伊甘心来受一款的苦痛。保罗先生描写耶稣基督所戴的这个王冠，在希伯来书二章九节安尼记载讲：，独独看见迄个流较输的天使耶稣，为着受死的艰苦，来得到荣光尊贵做冕旒，通对上帝恩，为着众人来受死。古早时，当一只要献祭用的精神来被牵到伫受台的所在时，常常拢会去用戴一个花箍，所以耶稣所戴的这个冕旒，伫上帝甲伊的温度看来，虽然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奇耻大辱、极大的侮辱，但是对耶稣来讲，却是阳光的冕旒，因为基督的受死，为人类开启了天国的门。世界的消恶用耻辱来做救主的冕旒，乃是显出人类罪恶的象征。但是这个耻辱所持的伤痕，反转成做人类的救恩。对人类罪孽的残酷中，伊的新生命来临到应纳信伊的人，用安尼耻辱的冕旒来成做阳光的象征。第二点的冠冕就是不朽的冠冕，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伊原头只书话所在讲，应人傲立个，逐项事准则，因是要得到未败坏的免留。若是咱是要得到迄个未败坏，未败坏的冠冕是指将花冠或者是花箍套伫头壳顶，即种未败坏的冠冕是竞赛中得胜的一个记号，也就是讲伫运动大会中得到胜利的免留，就是用即款的双球技术变的一边流，较早是用香球，伫奥林匹克的运动会是用亚加纳基，即个得胜的冠冕，伫迄个世界中是人所欣赏的。即个用双球技亚加纳，或者是桂球所变的冠冕，拢是会败坏。但是今仔日，咱爱努力的是迄个未败坏的观念。布罗先生，你才甲咱讲，要得到一种未败坏的观念，必须来以一个运动员的精神努力去奋斗。传统的精神甲运动比赛要相反的所在，有啥？头一项是爱必须全力以赴。义无反顾，义无反顾，专心集中精神，是运动员伫比赛时阵的一个心理状态。不可怀疑的，伫运动场上伫赛跑，只有一个冠军，所以比赛的时就爱专心，无想别项，专心一直向前，义无反顾。第二项必须爱。注目在这个奖项的面顶，虽然比赛中间只有一位冠军，但是人人拢想有可能能得到。运动员必须要爱为着这个目标，为着这个奖项来努力，所以一切拢在你本身，尽一切所谓的努力迈向目标。咱的目标就是为了将来在天顶，为了咱所尊老。的名流，亲像保罗的决心，要得到对顶面来的这个奖赏。第三，必须要忍耐准则来接受操练。运动员必须要长期间的刻苦耐劳、刻苦的训练，比如要准则控制家己，无放纵，忍受艰苦，有纪律的遵守来。教表操课，布罗先生讲，这就是爱攻克己身，等于讲爱拍家己到天天。布罗就是安尼，为了教会来牺牲服侍，伊用这种的精神来用在传福音的事工上，用一个未败坏的观念来追求。第三点的观念就是公义的观念。提摩太后书四章八十节讲：“那了后有义的名流，甲我陪伴下底，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师，伫迄日要给我，然后我也要给见那因无义显现的人。”保罗先生心中间为着要得到一种公义的冠冕，来尽心努力。伊深信上帝是信实的，虽然已经。打了迄个美好的仗，已经尽跑走的路障，已经修所行的道理。当然，上帝照着伊的信息，一定为伊来备办应邀的冠冕。不如先生回想伊一生所奔跑的路程，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由咱画出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伊为基督所受的一切苦痛，相信将来伊离开世界以后，上帝会为伊来陪伴迄个公义的免留。所谓公义的免留，意思就是表示上帝是公义公正的。咱为着伊付出偌济做偌济，
上帝一定会公平来对待咱，甚至为了福音受着偌济的委屈，主也一定会照公义赏赐的良心来为伊受苦的劳苦。不但只有伊会当得到，相信既然良心的人、真正人，拢会做伙来领受这种的冠冕。弗洛先生为了这个公益的冠冕，伊做了三项要紧的代志。他头一项就是拍了美好的仗，已经渐渐好的渐渐。弗洛先生伊一生为福音的真理，拍了几落摆美好的仗，为了福音的缘故，伊甘愿来吃苦，被关押、被鞭拍，佮冒着性命危险，这一切。伊拢无灰心失志退后，直到美好的仗拍完，伊尽心所有的气力，伊也肯定伊家己的表现。第二，伊尽跑走路障。世界上上有名的赛跑就是马拉松的赛跑。马拉松战争曾经是历史上一摆决定性战争。这摆战争是迄个人甲波斯人的交战，迄个人到尾来拍赢。伫战争结束以后，一个迄个人的士兵对战场开始走，无命无一安尼走，要赶紧转到另外边这个城来报迄个好消息。就伫伊走转到另外边城。来向雅典的主官来报告这个好消息，因为走了非常的喘，伊完拼最后一口气讲：“让人欢喜快乐，咱胜利了。”光说就安尼来断开，趴倒在地，当场死亡。这个士兵伊尽跑走的路，完成了这个使命。布罗先生也是以这种的心情来走福音的道路。第三，这个布罗先生伊已经修所行的道理。在希腊的奥林匹克的运动会，所有的选手拢必须在上帝面前来受重抓，来立誓绝对不用傲步诡计来赢。一定要遵守比赛规则。弗洛先生就是守了这种的规矩，完成了比赛。因为呢，弗洛先生相信公益的主，一定会赐予伊迄个永远袂败坏、袂朽坏的冠冕。第四点的冠冕，就是荣耀的冠冕。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安尼记载讲。就独只显现的是，恁要得到未衰退永光的面料。这则经文是使徒彼得勉励教会的长老，伊就是教会做工的人。长老在教会中间是一个真重要的职位，因是教会的参事甲管理者，佮佮是教会规会决定重大议案的权威首脑。布罗先生也非常重视这一群真侪上帝羊群的监督和信心的守护者。使徒哪讲，也强调长老应由我有病人，有人未来的为人祈祷的文书，哪个书五章十四节。可见这个长老这份是有至关的任务，是世界上一种古老的这个宗教职位。所以一个人就认长老，就一定要忠心尽职，尽力去做。彼得前书也提到一寡长老职的危机甲特权。当然，所有的教会侍奉者拢毋通有一款的心理。长老职位毋是出自强迫的，乃是心甘情愿的。如参像布罗先生伫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所讲的，原来是基督的疼激励了咱。另外一种唔通有心理，就是如果被要求做某一项代志时，就会显出唔情唔愿的态度，提高整个的时间来被破坏了。
长老是受上帝所交托的职务，毋是要让人用长老的职位去压制人，反倒爱听做羊群的牧者甲牧犯，用心甘情愿来侍奉，使落伊力直接免得做牧者的甲做长老的路。就牧者迄个时，恁要得到袂衰退阳光的免流。冠冕免流是指比赛场上胜利的一个徽冠，但是圣经所讲的是要得到上帝所赐永未衰退阳光的免流。这个阳光存留到永远，这种冠冕则是荣耀阳光，是一种特殊的尊贵，称作报性。意思就是长老的努力绝对袂空空啦。第五点的冠冕，就是生命的冠冕。启示录二章十节记载讲：无得惊你所要受的艰苦。你看魔鬼要将恁中间几个人来迄落囝，互恁拄着刺，恁要受患难十日。你着尽忠到死，我就要用活命的免流相许你。启示录二章是记载苏美娜是一个相当美丽的一个城市，伊受称作苏美娜的冠冕。苏美娜的水那亲像美丽的鲜花，伊的色就是表现伫商业、好风景、政治、宗教、学术甲艺术，拢受着极大的娱乐。可惜这个苏美娜这个城市有真侪犹太人对当时的教会非常强烈的压迫甲对立。其中以苏美娜有名的主教叫做比吕贾的这个事件，这是主后70年到168年的这个主教叫比吕贾。伊因为无承认罗马皇帝是主，安尼就安尼叫被烧死。伫伊要处死以前，伊要求予伊一点钟来祈祷，并且吩咐信徒爱提遐食物，予遐掠伊的人食，最后阁为证人来祈祷，然后安尼从容就义。这时候就听十记载讲，因有患难受到异教压迫，有散车，因当时拢属于社会中低阶层的人，而且因的家业也拢去用抢去。当时异教的这国民，因故意欺人，弄坏因的物件来偷走因的财产，有的甚至被关入监。等于是死路一条，这是当时基督徒的一个处境，非常的艰苦。圣经鼓励这信徒在这种的情况、情形下面，一定要尽忠到死，至死忠心。尽忠的代价，就是一定要死。尽忠是无任何的事物所会当代价。但是耶稣基督绝对袂亏待这种人，既然愿意持守正中的，伊要亲自来报偿伊，就是赐予伊生命的冠冕。结果来讲，弟兄姊妹，上帝所赐予人的冠冕是由公义、荣耀、美丽、生命所组成的。通常伊条文字冠冕有两个字。第一个字是指王冠，第二个字是指胜利之冠。咱基督徒所爱的就是胜利之冠。在咱参加信仰的赛跑中，在生命的终点，咱亲像得胜的运动员，得到迄个未扭弯的、未败坏的、是公义的、是生命的。是荣耀的冠冕。既然对主敬重的人，到彼一日一定会肯定来领受这个荣耀，遇上这个冠冕。
就会当来进入上帝迄落中间。遮尼大个祝福，咱必须着爱努力用情，为着这个拯救来努力，同心阿爸来祈祷。